就在这时，大门打开，一个身影快速窜出，将那个人踹得人仰马翻。是童荣安。我可不会让你把他带出去，同样，我也不会让你待在这里。那个人看我们人多，惊愕道：不要，哥们，我错了。当你萌生这种不择手段的想法时，说明你也差不多要转化了。与其让你这颗定时炸弹徘徊在我们身边，倒不如让你痛快点。还有，并不是将别人骗出去当替死鬼就可以离开这里，在这种地方被别人蛊惑可是大忌。我们一行人站在大厅，酒店深处时不时传来惨叫声，令人双腿止不住颤抖起来。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，等下黑影人发现了就糟了。没事，酒店大厅也是安全的地点，黑影人不会在这里动手的。怪不得酒店外的黑影人也不进来抓我们。现在我们的团队人数变成了五人，理论上还有两次重置机会，兄弟们，我们一定能出去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你要把我们骗到这种鬼地方来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啊，童荣安，好好的暑假被你这么一搞，比听到明天就开学还可怕。很抱歉，把你们拖下水，其实我也是身不由己的。随着时间过了零点，我们依然清晰地记得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的缘由。没有被重置，现在我们顺利度过一天了。还早着，就算挺到第七天，也不一定就能出去。童荣安，你应该知道点什么，别卖关子了，这可不好玩。对，丸子分析的没错，只要你还没找到离开的方法，在这里待的时间越久，就会慢慢被同化成黑影人。那么自由将成为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啊，这不摆明就是个坑啊，亏我还想在大厅摆烂到第七天呢。说回正事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个地方？一开始我爸他们那些专家找到了能够产生时空间领域的物质，本着为人类文明进步做贡献，可军方却打算运用到战争中，利用此技术释放空间领域，实施精准快速入侵别的国家。我爸反对，想回国，军方不允许，胁迫他们创造了一个试验空间，放到了这里。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试验品，也算是人质，而你们是我用马内让你们进来的。在这个规则空间里，只要有马内，除了出去可以干很多事。刚好我身上有一块限量版手表，于是。什么？感情是你坑了我们，做你朋友真倒了八辈子霉了。我们一时难以理解。你们听我说，真不是我坑你们，如果我不能攻破这个规则，到时候这个空间展开就不是小小的酒店规则了。让你们进来是因为我信任你们，可以提高容错率，总比我一个人单打独斗强。虽然你们挂了三次，那你不早点出来，也许就不会重置三次了。没办法，因为交易你们进来，我就会被禁锢七天。所以你是有能逃出去的线索了。既然是试验品，那么就存在着漏洞，只要我们找到那个漏洞，就能瓦解掉这个规则空间，一并摧毁掉这个物质。记住，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找到漏洞，我留了后手，只要这个空间崩坏，就会关联到其他的物质空间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本来我对出去这件事一直不抱希望的，这次咱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。我们理解了童荣安的苦衷，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，那就是找到漏洞，摧毁掉规则空间，从而逃离这个困境。我们回忆起在酒店中的种种奇怪现象，思考着他们背后的逻辑。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了我的脑海，我们在这待了这么多天，好像也没去过经理办公室，甚至都没见过他本人，只知道酒店的事务可能归他管理，也许我们可以在他那找到点有用的线索。